来，到了，来，请进。哎，这儿呢，就是我女朋友家。今天呢，她过生日，我准备给她个惊喜，向她求婚。你们看看，给我简单布置一下。大哥啊，放心吧，既然你选择了我们眉飞色舞活动策划公司啊，你就放心，我们这事肯定给你办得妥妥的。哎呀，老好了，我呢要求不高啊，就想那种能跳能唱的那种气氛燥起来，燥起来。对，能跳能唱啊，对对对对，来展示。哎呀，哈，哎呀。不是这个呢是行啊，但是感觉是个人展示，有没有那种团队的啊？必须有啊，音乐起。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不是，哎，兄弟，不是，哎哎，不是，哎，行，气氛是燥了。那感觉怎么这么乱套呢？你们这太表面了，有没有走点心的，走心的那种？有，音乐起。不是，停，别哭了。来，兄弟，你先起来啊。我呢？是求婚，不是丧偶。我还是要前面气氛燥的那个吧，行不行？要燥那个啊。这么的啊，我先说一下计划。一会儿啊，你们布置完屋，你们就钻里屋去。只要听到分手俩字，啪嚓穿出来。分手俩字，啪嚓穿。等会儿啊，大哥，你这求婚整分手不好啊？我后面还有一句话啊，我不想当你的男朋友，我要做你的丈夫。哎呀！真是高手啊！高手！哎，太乱套了。行啊，就这样啊。这么的啊，我女朋友马上就下班了，我呢上六桂府去取钻戒去。哎，你们布置完了，听到分手，啪嚓冲出来，干就完了。加油，努力。哎，你们是最棒的。布置，快点。哎。哎，喂，李雪啊，我是你物业管家张哥，你家漏水了，把楼下都淹成河了。啥？你没在家？等你回来，楼下都淹没脖了都。给我个临时密码。行，你说。好嘞，开了啊，好。哎呀，漏水，卫生间。哎呀！喂，老伴儿，到闺女家门口。哎，你说他处个对象一直不让咱俩看，今天他过生日啊，我倒要看他对象长啥样。说谁欠呢？我不就是好奇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回家我再告诉你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妈，这给我吃的！哦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妈呀，我看见了。小伙子，停！这不是李雪家吗？你谁呀？别紧张，我李雪她妈。阿姨好。刚洗完澡啊？对。不是，那啥，卫生间漏水了，我刚把水龙头给拧上。还挺能干。生活所迫呀，啥都得会点。对了，阿姨，那个。我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是不用说，李雪啊，我提过你，不是，他还向您提过我，提过。这孩子一个人在外面，一直都是你照顾，夸你啊，特别能干。那他说这话一点没毛病啊，就这房子，不是今天漏水，就是明天短路，那我一天我都闲不着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孩子就是欠锻炼，下次遇到这事儿别管他，让他自己来。哎。阿姨啊，那啥事都让他自己干，要我干啥呀？还挺有责任心哈。那是，我们家李雪遇到你啊，就是他的福气。哎呀，那不光李雪呀，这一栋楼还有仨呢，我都这么照顾过来的。
啥？啊？除了李雪还有仨呢？对呀、啊。小伙子，嗯、这样做有点不对吧？阿姨，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吧？那你闺女是人，别人家闺女都不是人了，那我不但得照顾，还得照顾好啊！我这一碗水我得端平喽。那你这样，李雪她知道吗？那还知道吗？她肯定知道啊！她不但知道，她跟那仨人啊处的那个一家人似的。我的妈！老好了。这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吗？不是，阿姨。我不年轻了，老大不小了。你多大呀？38。38了啊，比我家李雪大一轮呢。不是，我感觉你这么嫌弃我呢。哎，我没那意思，我就是怕呀、啊，有一天你撑不住了，比我家李雪先走了。那可不一定啊，阿姨，有可能李雪走在我前头呢。说啥呢？说啥呢？不是，阿姨，你别着急啊，我说这话没毛病。李雪呢，她不可能一辈子就在这儿，但是我一定坚守在这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说了，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我要知道这样，我早就来了。认识多长时间了？两年了。啊，那你有车吗？有啊，三轮车。三轮车呀？啊，这大冬天开出去，那不得冻硬了呀？哎呀妈！阿姨呀，你以为我傻呀？我三轮车里我安个小炉子就行了，那挺暖和的。这都是啥条件呢？啊，那有房吗？啊，以前有3间房。那后来呢？给前妻了。你都离过婚呐？不是，阿姨，我离过婚，你咋比我妈还激动呢？哎呀妈，那你都离过婚，我家李雪都没结过婚。哎妈呀，阿姨，你要是这么羡慕，你让她结完就离。说啥呢？告诉你啊，这小伙子、啊，我忍你半天了啊！你要是这样，我肯定不能同意你俩，马上跟我分手。分手？哥，这不是刚才那人啊！上早了，撤。刚才过去的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啊？阿姨，你家不干净啊！我先走了。不行，不是，你这太吓人了。这孩子啊，今天和李雪必须有个了断。不是，要不然我告诉你，你指定是误会了。哎呀，你谁呀？你咋有闺女家密码呢？啊，哎呀，你就是阿姨吧？哎呀，初次见面挺冒昧的。我先做些自我介绍，我呢叫欧阳，是李雪的男朋友。又一个男朋友啊！来，这儿还有一个呢。来，不是你什么玩意儿？你谁呀？你咋进来的？那什么，大哥，其实啊是李雪给的我密码，然后呢我然后洗澡完了等李雪回来吗？洗澡？嗯，不是什么玩意儿？你俩什么关系啊？我跟李雪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他给你家里密码干啥？那个，其实我俩有那么一点关系，这不还是有关系吗？我就是他的管家，家都管上了，还在这说没关系呢？还不是我以后不管了行吗？以后你还想以后呢？我现在我就不管了，现在说不管就不管了？你俩咋听不懂人话呢？啊！来啊，我就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你洗完澡之后你想干啥？我洗完澡我还能干啥？啊，漂亮。来，我问你啊，你俩搁一块多长时间了？2年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才跟李雪1年半。我是破坏别人感情的人呗？好像是呢。来，你俩是怎么做到瞒我这么长时间的？我瞒你干嘛呀？我咋的都不背人了是不？是这个意思。我啥也没干啊！你还想干啥？上天哪！救救我吧！哎呀，哎呀！你说你这满脸大褶子，我就纳闷了啊！李雪怎么能看得上你？有车吗？一个三驴棒子。有房吗？3间大瓦房。有我年轻吗？38了，好像比你岁数大呢。那到底啥比我强呢？他有过家，还离过婚呢。我万万没想到啊，李雪竟然好这口啊！我也没想到啊，我姑娘也
也没想到你俩这么听不懂人话呀。我还是啥婚呢，我走。哎，孩子，我走，放心，大姨啊，肯定不能同意他俩。阿姨，你别说了，我本来想向他求婚的，求啥婚呢？分手，分手。不对，不对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错了，拿走，把花拿走了。音乐停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啊。对，孩子，这三个人是你带来的？我雇来的，想给他个惊喜，向他求婚，还求啥呀？这情况不是大兄弟，你该求你就求，别耽误你大事啊！咋的？咱哥仨在一块过呗？你俩过呗，你非带我干啥呀？你这还准备来洗澡是不是？你今天看我不怎么揍你了？孩子，别激动！哎，咋的了？这是干啥呢？李雪啊，你可回来了啊！你妈跟你男朋友太埋汰了。啊、这个是物业的张大哥。行了，别说了，闺女，你告诉妈，你图他啥？图他离过婚还是永过家？妈，你说啥呢呀？那个才是我男朋友。现在不是了啊。你啥意思啊？我要跟你分手。OK, ladies and gentlemen, 闺女，谢谢。那个大兄弟，大兄弟，你先别太激动啊。怪谁？谁能不激动啊？你想好了是吧？想得非常清楚。好。分手就分手，先生们，女士们，滚滚，再见，滚滚。行了，我看明白了啊，今天我压根儿我就不该来。你什么时候你该来？哎、你别这样，别吵，别吵。来，李雪，咱俩呢，把今天这事儿咱俩从头捋一下。行。今天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说你家漏水把楼下给淹了？对呀、啊，我说我没下班呢。然后你咋说的？我说我给你个临时密码，你自己进来看，爱谁看谁看，让他游泳去吧。哎，张哥，张哥，哎呀，你说你干的这是啥事啊？你俩啊，张哥是物业的管家，我家漏水了，来看一眼。啊、误会呀、啊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一进来看他披个浴巾，我以为你俩住在一起了呢。你俩。合着啥呢？这是不是他一说他洗完澡后面的我都不敢合计了，我都。你现在明白了？雪儿，我错了。晚了，你该说什么来着？你啊，刚才不是误会吗？闺女，闺女，闺女，别生气，都赖妈，都是妈的错。他呀，还给你准备一份惊喜呢。妈啊，惊喜在哪儿呢？啊，惊喜。啊，对，李雪儿，跟你相处这一年半。我想很认真地对你说一句话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出不出去啊？等会儿出去得了。我们分手吧。好，分就分。不是，不用出去了，他俩分了啊。不是，什么玩意儿分了呀？伤人呀。来了。我不想做你的男朋友，我要做你的丈夫。呸！我特别喜欢你，我选择了六贵福钻戒，一生一世永不变。呸！嫁给我，好吗？嫁给他！嫁给他！你呀，我等人回信呢。李雪，嫁给我，好吗？嫁给他！就给我五秒钟行不行？雪儿，嫁给我好吗？好，嫁好，嗨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要赶紧给妈打电话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。哎呀，不行，万一我爸不同意呢？他敢不同意？